住的呢？我是今天我是来报案的。哦。因为我的现在在一个非常不稳定的情况下，然后呢，今天也没有跟我说他们要接孩子回去，就擅自把我全部都接回去了。然后这样就不让我见。在接这部分有一些沟通不可？没有沟通，对，完全不沟通。然后今天我来这个派出所，我觉得还是要说一说的，因为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没一直不想走到这一步。当然我汪小菲为了我的，因为他们在一个不确定情况下生长，实名告发徐熙媛、徐熙娣滥用史基诺斯，然后呢，通过第三方的证件去买很多他们没有看医生的这些药物，然后我的，因为这个药的副作用会产生幻觉，我不想让我的在这种不确定因素下，我呢一直没有，我今天到派出所自己来报案，我相信台湾的司法，我也相信你们，因为这个东西我没有那些，我有照片，他们家那些照片，我也希望台湾的司法能去调一调的监控器，他们每周都有监控器，那个同学给他送药那个人每周都有，你们可以调那个监控器，我不能让我的跟这种人生活在一起，因为我觉得他不安全。毕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徐熙媛污蔑我，但是他在吃完这个药以后用高尔夫球杆用刀捅我，然后呢用高尔夫球打我，然后用红酒瓶砸我，他第二天全部都忘记了，因为这个药的副作用就会让人产生幻觉。我一个大陆人，我的事业我的工作都在大陆，我每天在这往这儿跑都是为了我的，希望你们啊能给社会，能给这个社会一个答案，在这个派出所门前我实名报警，能给这个社会一个答案，到底为什么他们总是能逃脱法律的制裁。告他的不是我，是他一直在告我。今天我第一次，因为在三年第一次站在这儿实名检举他们，我不希望他们再逃脱法律制裁了。谢谢。